2024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下受着这个强烈冷气团加混合区东移的影响。啊，这个北部啊，加中部拢总有这个落雨的状况哈，部分所在雨势减的比较比较大。啊，那是咱南部这边遮呢，低温到好天啊，我那就刮南山的低阵雨。故咧，行到12月29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11度到22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咧，咱就来加进行一下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来，咱来个看一篇发生伫最近即几日吼，我拿即个新闻版本抢甲正大地的一篇新闻，就是台中市政府的严春吼，台糖的地啊啦，公巴内面有三巴加西部特罗，结果真奇怪，全部安那严都拢严无，包括港批、港迄港台的，其他的肉。一个所有的市场饲料，经过吼台糖，经过卫福部来检验，拢验未出。拄好跟那台中市政府一刻啊，一刻啊，所有的台糖的猪肉片有验出。啊，这和王必胜呢，即马最近这段期间刷真侪哪样，必伊讲得爱落台撕掉吼，卫福部的副部长啦。王必胜伊来回一句话咧讲，当然伊讲真侪话啦吼，啊，其中一句话足重要诶。伊讲是安怎样啊？验遮验遐，验这场验迄场，拢无验出西部特罗，独立台中退出来一刻啊有，到底是虾米原因？我咧想，大家拢想要知影。咱今仔日有看到足侪篇的报道吼，咱来念互听众朋友做了解，是安怎样啊？全台湾所有的用地户的地价拢无西部特罗，拄啊哩台中有尔，问题出伫底。卫福部食药署昨昏来公布台糖梅花肉片复检的结果啦，由台中市食安处寄送吼原始的猪肉检体，验到极微量正罕见的三马加。就是西部特罗，验到0.001 ppm， 简单讲就是讲百万分之一的浓度啦。行政院发言人林祖伦表示咧，讲讲农业部甲卫生单位已经检验337件，拢检验未出零检出，研判这是单一的个案啦，唔是非系统性的事件啦。请咱啊国人啊安心去购买，安心去食咱国产的猪肉。这个食药署署长吴秀梅伊嘛安尼讲呢，讲对着这个检体，因检验了三道啦，第一道验出来是0.0013 ppm， 第二道搁再验，验到吼啊，第三道就对了啦吼，第三道啊，第二道甲第三道。验出来拢是0.001 ppm， 无达到吼，会当四舍五入，所以研判就是0.001 ppm。机器一检验极限就是0.001 ppm， 数值非常的低啦。敢配其他的检体拢验未出来，毒质啊，带糖的梅花猪片呢，验有就对啊啦。这到底是要讲伊合格还是违规呢？复检的结果，以地方政府的这职高由台中市府食安处做最后的裁决了。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主任吼柯富仪咧讲了，伊讲西部特罗这个物件一公克啦，得爱新台票100万以上啊。这比黄金比钻石也搁较贵，无可能提来互低价。台中市府送检验的检体的。这包炸的已经拆封过啊，迄、那个啊包装已经拆开过啊，污染源可能来自园林，啊是吼、哦，这个畜牧场，啊是吼、哦、饲养场，啊是屠宰场，也是后续吼伫咧分切加工的时阵去割掉的，当然无。当然嘛，无摆渡掉吼，实验室吼去割掉的，包括有其他的污染源呐、啊，将会组成专家小组来做清澈理解。
卫福部处长吼周志豪伊表示，西部特罗专台湾多干那一间公司有咧进口，啊，这间公司诶，这个厂商吼啊，伊有咧讲讲，只是提供给实验室用尔，无提供给动物来使用。啊，卫福部啊，这个啊部长四水员伊嘛咧表示呢，讲台中港吼食药署拢验出吼微量的西部特罗会当排毒吼。检验设备还是准备作业的流程的失误，但是无排毒啦吼啊，这个检体的处理啦、使用啦、切割啦、多载啦、运送，是不是被污染无？将会过年要搞啊吼，将会过了后会来开放掉这个，会召开掉专家会议来做一个了解啦吼。另外，咱有看到这个卫福部处长杜文鼎吼。伊农业部啦吼，农业部处长杜文鼎伊安尼讲啦，伊讲西部特罗这是动物的禁药，国内无咧用啦，那进口马哈达罕地吼啊采检用的标准品，强调吼有用药绝对会留下了痕迹，因为药会透过着血液的照片规。规只底下身躯顶啦，无可能多干那一片有验出尔，其他无验出，所以这予人感觉讲足奇怪就对啦。啊，有这个农啊农业部伊嘛表示呢，讲正日过年进前提高了五百肉片市场的检验数量，对着全国20位这个肉片市场的采验呢，已经有八处来出炉啊，80件的底下就对啦，伊的头毛拢总是零检出。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伊指出，干那即下验出西部特罗，实在荷兰无法度人解释为虾米，但确定的结果。大家做伙来面对，伊强调即处的事件真正非常的特殊，台湾唔捌有验出过即个物件，伊嘛无叫台中市府唔通公布，而且是讨论了后才来做伙公布啦吼。啊，另外吼，佫有一篇啦吼，即报啊热热等大概都是差不多是咧讲安尼啦。啊，有个人咧讲讲吼，即种物件西部特罗比黄金佫较贵，那用即种药啊来饲猪就对啊啦。一只猪啊吼，青青菜菜爱饲200公顷呢，一公顷100万呐、啊，200公顷看偌济，咱家第一算，安尼迄只猪啊要卖你偌济啊？迄只是咧卖啊，迄只猪啊是咧提灯来找人看上的，好野人。迄个猪啊，迄只猪差不多过大年较饲得起啊，啊，咱一般就代表啦。佮这饲得起嘛，无人要去饲的啊。这个物件吼，除了有政治目的，对啦，有政治目的，吼。这个物件武甲到将士就对吼，这当然中央吼，你做官的官员有无吼？你讲话拢会较官方些，较官些吼，伊袂当像咱安尼讲。但是我是感觉讲，你无代无志，你讲这个话到底人听了是较清楚，还是听了颠倒大火气？来，咱先来个看伊来讲话家己本身的问题啦。嗯、来台中啊，等下我甲甲坐哈，我咱先来讲咱家己的，唔甲坐啊，嗯嗯我到底要甲找诶，唔系即开玩笑咧咧。看你安那找咧，你先讲，你先讲。啊，哔哔哔啊咧。好，哔哔哔也得找。迄个，即个物件，台湾敢那一间厂商有咧进口。啊，即间厂商讲明啊，我即个物件只敢那提供予实验室，有明无？嗯，有明。我敢那一间咧进口，幺零啊咧进口尔。嗯。啊，我要甲买袂使，因为我无实验室。嗯。张大哥伊有实验室，伊会使甲摇铃买。但是张大哥的实验室有够资格啊，无可能。这个进到厂商环节，来个来个看这个样。对，后来，即卖来伊一公尺爱100万呢。一公尺哦。西部特罗一公尺，听到个什么叫一公尺？你敢买啊？一公尺就是一公尺。就是一公尺，哎。一公尺爱100万的物件，你无代无志，你行政伊家己佫讲污染源可能来自田林、畜牧场、饲养场、屠宰场。我照嘛，一公尺爱100万的物件，只干阿袂实验室，只系污染源有可能对遮来吗？你唔是白目，讲我乱言咧哦！你讲我大家听到花落落。一公斤哦，到底是偌重？我即马去补充一下，一公斤大家都知影概念吧？因为你都50公斤、80公斤、100公斤，咱的是体重啊。嗯，一公斤就是一千啊，一千嘛，系啦系啦。
一公克简单讲个就外拍一个出来，哈一公克嘛，哎呀，差不多安尼啦，反正嘛要等，有啦，差不多啦，咁样讲算过啊啦，有遐济吗？大概差不多遐啦，哎呀，大概差不多。所以你官员咧讲话，你袂感觉这个话讲出来是足好笑，笑破人嘛，怎我看到这个讲，既然这个物件，珍贵到这种程度，贵到这种程度，竟然会当对残忍污染。会当对畜牧场污染，你逻辑未通嘛？你拜托个，我一公克个物件，伫田里面污染着，哎，佫田就过大啦，吼，我妈哪一个田我不得了啊？当然正田啦，这样子你讲他乌土来连路啦，吼，是不是？所以讲这官员咧讲话吼，我成伊也甲所有可能性拢讲我了解啦，官是安尼啦，伊也甲所有可能性拢讲，但是问题就是讲这个物件。你个阿妈用我去讲，就无可能甲田啦、畜牧场啦、饲养场、屠宰场啦，去田里做伙嘛？无可能，你无你无来无，一日个讲这个乱啦，个乱去嘛？即摆民众听了一公克一百万，打开始在想可能安尼无啥可能哦，这可能无，这可能有啥物问题开污染着？后壁你个甲讲田里来污染着？那这官是倒一个安尼啊？嗯，你这个做总统谁查出摸门主张？这是什么乱的了？对啦，这是谣言啊！那只猪啊，那只猪啊，唔走去的，那个红林底下咧，对啦，那是什么公杀杀回啊？那个对啦，你即马你讲安尼，我已经想了一个问题点嘛。政府直接要对那个厂商去问嘛？对啦，啊，问了，伊就是找厂商来问了啊。你问讲你的药啊，最近这段期间有卖好当吧？对啦，系啦，系啦，啊，就好，这第一项。第二样，咱要讲的，就是讲安那呢？这个厂商即卖已经配合着，这个做食品警察，开始咧讲这个做这物件安那样啊？这内面已经足清楚，咱的官员应该讲安那。唯一有咧进口西部特罗，台湾多一间，这间干那提供吼实验室，啊，台中是倒位验出来，就是实验室验出来，阮即卖要清查这间实验室。有甲进过西部特罗这类物件，啊，准讲无的时阵，咱就过来甲看伊其他有倒位了。但是绝对无可能来自田林嘛。听众朋友啊，咱老做事的，恁家老田紧的土地去养好西部特罗无？一公顷一百万呐、啊，你乌土去卖落啊？贪死！哦，啊，西部特罗这个物件是咧创什么用啊？那贵价就得用啊！所以我昨个特别甲研究西部特罗，西部特罗就是西部特罗，伊一定有特殊的，我甲你讲，特殊的一种用途嘛。这个物件，我刚才讲的，刚才听到在那讲西部特罗是提供好实验室咧做实验的，对，啊是咧实验，上面我根本唔知啊。啊，就实验西部特罗安尼啊。你唔是讲吼，现在人。咱都当发生个时动作是讲有人去个偷厨，做毒液入面。这个我讲话不是呢，一公斤一百万以上，超贵又使叫咱开得起了啦。所以你做官的人吼，行政院是安办公室的主任啦，这个科普伊咧讲的对个啦吼。可能污染源来自倒来自倒来自倒来，迄种假讲的，你就是安尼，莫怪是讲少年票愈来愈少啦。你讲出了上听有啦，个人啊，这边的东西，我这根本都已经可能呢，就是问个讲了呀。对啦，你问个乱你，可能总是乱的啦，可能。今仔日西部克罗那是甲莱克多巴胺同款，就是讲凊彩拢买会到啊，真正是甲人伫饲料内底了低价。同我讲，安尼你也讲可能污染源对排水的问题，啥物的问题造出来有可能。这个物件珍贵，甲比船啊较贵呢。比黄金较贵。比黄金比船啊较贵的物件，你无来无钱，你讲什么残啊，什么话种种有诶无诶啦。稍等下先啊，放尿我来提来验看，死不可能啊无。那我这布料来就计得啦咧。咁咧，做官唔好咧，做官讲实验来过就讲这两千啊，不是在做啥？你做官的人，你本身就是爱啊代志简单化，啊卖用迄个足专业的迄种角度。你看，坐我咧看，比如讲，我多买。有影迄个，可能是不是正常？伊唔敢有，这是这珍贵的物件。无啦，你做到这个发表啊，不是这样看发表的啦。我讲做哪个？你做到这种所谓的迄个做食安办公室的主任，你唔拿这个物件？对啊。我唔知讲的过呢，有人啊唔知，做哪个唔知？你拿这个物件来？系啊。
啊，可能他为何部队你讲这话吼？我也是真正记载袂掉。我昨听个真正讲，根本无怪讲，少年那也走了了。不，上面人在了坐，咱妈听你讲个完啦。哎，上面那鬼 PPM， 上面那鬼 PPM， 恁哪也听无啦。即马来，我来讲台中，台中这边讲，阿先阿是只合理怀疑啊，就是你台中个污染掉的啦。我即马就是讲，就是你台中污染掉。合理哦。合理的怀疑，我不止合理，而且是非常合理的怀疑。我当过一半杯成杯，嗯，就是你台中污染的，因为啦，台糖出来遐尔济，伊一只滴分蒸出来，梅花吧，吼，迄叫梅花肉，梅花猪肉，迄分蒸都遐济。梅花肉，特地你讲啊，像我这么想，是属于第二道食材。梅花肉是啥？梅花呀。就是五花肉啦，五花肉，对啦，梅花肉就是五花嘛。梅花是什么部位？真正唔知啦。菊花是啥？差不多对不对？我叫阿爸给我分咯，大灯头，有位在下边，有位在聚会哦。聚会啊，我那叫阿爸。菊花就是大灯头啦。咁是，唔错啦。聚会加个梅花肉，比三斤是肉薯啊。哦，都五花肉的对啊，好几百两特级的名，叫做五花肉，三斤八片啊，这贾辉哥咧用的啊。哦，贾辉哥咱拢一定会有几盘啊，更安尼个。哎，对对对，梅花肉的。对。今麦来我讲台中，我阿先阿弟这个所在，我细阿妈名声唱调还强，就是你台中用出来。嗯。归台湾会当特地吧，台糖的。你个挂毛挂灰挂啥，大行盐到无，补米盐到无米，差一点啊，甲迄个维生素诶，输掉拖盐嘛，你敢知影？我今年第八个来个拖盐咧，迄全部拢种盐了了，未盐无就是，独独到你台中透开诶，迄片对了，迄片，搁是迄片哦，诶，对对，就你台中透开迄片咧，我甲你讲，绝对你台中污染掉诶啦，啊，包括污染是客气哦，我讲啊，歹听你故意诶。是嘛？你去警察来瞄啊！合理怀疑啊！哎，我合理怀疑啊！因为这个物件，啊，无你较唔敢讲，讲起只低的中间，佫提拔地来。对啦，不，我你听有意思。对啊，佮重点就是讲，这个物件第一，伊唔是遐简单，会当停止，袂使讲遐简单，伊根本无可能提得来。这个物件，依然来讲。我做许多，伊第五。系啊，根本无可能提。啊，第二，你台中也拄好有实验室。啊，拄好伊第五。啊，伊这个进口的厂商咧讲台湾。我只敢啊提供给实验室尔，我将就多啊，所以我讲头前写到当然要讲头前。咱即卖当建议台中啦，台中想有，你去电视器台上做一只猪，啊，做绝对有猪笼嘛。嗯，无啦。你可以甲照迄猪笼，迄只猪去配一回。嗯。过来。有啊，咱中央就是安尼养嘛。对啊，我希望台中可以找来。不。台中迄块啊地吧，是去军中的福利社。福利社诶，对啦，又可以军中更款嘢福利社，佮咩即地吧，佮提升人人看卖嘛。啊，即马咱咧讲遐吧，拢未了啊，拢无啊啦，拢无啊。但是即马重点就讲，像种咱讲啊简单咧，就是讲第一，阮全台湾所有会当盐的地种盐了啊。行啊，那合理啦。有人啊，咱上来去买一袋啊，等下。嗯，买来盐。个盐啊，就咱老一辈的。对啦，哦，当然这地牌拢有。咱咧讲一公克，就来一百万。一般来讲，实验室你甲这种厂商咧进，到底是进尿的，是进钱的，还是进啊？咱唔知影啦吼。但是若照安尼讲啊，这个物件尤其腌出来，而且特殊非常的低嘛。嗯。讲几乎咁样到无嘅状况就对，但是我主要我实验室也是有西部克罗这种物件，我唔做这呢，我正头小抓不一个尔，安尼个个再把回去，无啦，有啊咧，用信号甲有一个啊，个袂无法甲好好咧，一点点啊，迄个把都参入到门路都占一个路啊，啊，伊看唔去找白地巴来，所以都叫我合理怀疑，这是你误解。公开去找白地巴来验看卖，即马验验的，就是干那。啊，你用迄地巴，用迄地巴，用迄地巴做标准啦。所以迄地，中国个如果白客人个有验有诶话，那伊啰嗦诶那种个性，那个出来不要见见。哎，就我唔是验嘛，我系验嘛，我系验嘛，用迄地巴，迄地巴来验出问题，迄地巴。啊！我等下你在卖，你家己提东西冲上。所以上有可能唯一就是安那，迄个猪笼伊未饲一只猪，伊其实是饲一块肉尔。啊，一块肉慢慢啊大大大肥了后，
我提起袂安尼啊，系啊，袂带走，袂老手人下咧啦，好对不对？所以我讲这是故意，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根本就人为的嘛。你怀疑？我怕是那个台中迄块啦，今年标登来烤肉，哦，迄块把青菜价值过老板你定，还讲派呀？派呀！真讲个，你无兵就派。咱挂完咧讲话吼，拜托个好心咧，你较简单一个。这珍贵，这样贵着名，产品内底当污染着，你们讲个笑话，特别乌着油较简单啦。我告诉你，要过年了，我还请他美美咖啡，这么好个，这么好个，真光个，真光个。你讲像我们产品未歹，讲要甲大家分享一下。产品的时候，我叫医生看，我真少讲第五百克，因为拢未冰叮当冰冰拢疼，两大板筋啊到膏肓，去到两个肩胛头就轻啊骨，啊两边的大板筋拢疼到头壳顶啊。啊，医生叫我复健，我复健半冬有。听好好食，走遐去完全袂好。哦、我若阁开始阁食几多餐，我阁买十罐送三罐来食，会使讲拢好。安尼哦，啊，迄个拢好，有够好够，拢有够好。我迄日甲阮请来，伊咧讲伊咧讲，我讲啊，无你食几多餐看嘛。伊讲伊唔敢食，我讲你打电话去问内底林小姐，看会当食袂。有啊，我猛请讲，我讲我的性命是几多餐求啊。哦，真的。我鼻咙痛到足严重的呢，是，无听到啦，唔知我听的艰苦。啊，你咧听的情形是啊，那个人简单个描述看卖啊，简单个讲者。都拢我免啊讲，都拢痛啊，都叮当嘛痛啦，啊倒下冰冰嘛痛啦，是这阿妈冠军到两边啊，阿妈冠军大半斤，啊伊拢讲医生讲颈椎退化，颈椎退化了，颈椎伊讲这颈椎第五百退化，第五百退化了，对，好啊。啊！以前原本是有甲你建议安那用无，还是讲这样的？复健，哦，复健，哦，这复健。我复健半冬，拢无好。我逐天行，逐做认真行，逐天行拢无好。哦。啊，到尾我同我参详讲，安那个管是多少？是多少？才可能会好？我真正个管十管、三十管，只只拢好。我是完全拢好啊。是。啊，你。啊，我讲，嘿，我都。就有人拢讲，伊安怎颈椎，我拢嘛介绍，讲你管了只，哎，你就是唔敢食。我讲我袂骗你，因为我是有食着，啊，我也无赚啥物钱啊。有。啊，我就我讲，啊，你个镜头，我少讲，你管当来食。是，啊，你本身家己个经验，安尼讲，我朋友听就对啦。系啊，哎，侬因嘛唔敢食啊。惊啦，话拢安尼袂。我讲我免啦，啊，你比我好食，我无你惊。你我讲，啊，你就是好食，拢惊死啊，我无钱惊死啊。即个咧，英文啊，有个人听得吼，啊，就身体咧。我冇介绍人吃，大家讲讲卡拢比较会惊，我冇介绍人吃啊。哦，哎，冇讲吃得袂歹啊。是。我今年许多生广告侪啊呢。啊，你好，哟。有广告侪呢。啊，你有一阵啊讲停起来无吃咧？我头现在头壳疼，啊，已经两十几单无吃。哦。啊，我即卖去吃，现在是头壳疼，疼了二三十单。啊，迄阵迄有甲伊处理好势嘛？吼，拢甲你改善掉。吃真好个呀。有。我疼二三十单，你也想，逐个都疼，逐个都疼。有啊，迄阵我会记你把甲伊做个见证嘛，敢是吼？有啊。对。你冇快点听我。有，你头壳疼，疼到尾啊，有甲你改善掉嘛？拢好。有。啊，结果啥？啊，改善掉了，即马拢未疼，你怎啊停起来就对啦？嘿，啊，我唔是迄种我。嘛，食足济，我食迄公啊，食规半桶较济呢，食足济呢，是，食不了多呢，即个拢食食。这边佮你改善，安尼我是佮你建议啦，吼，咱来个持续来食保养的安尼，吼，持续来食保养的。好啊，我真正食三罐，啊，佮一罐都袂了。安尼，我病完全拢好。安尼好，好，感谢。我拢甲因讲吼，我真正我身体是虚脱三九啊。安尼好，好，谢谢。阿爸今日咱问，咱就赶到保洁得。好，感谢你啊，好，李小姐，谢谢哈。非常感谢咱雄狮是话，电台台中比如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广告时间的对吼。啊，广告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家产品，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产品是咱信任公司吼啊，台湾俱乐部招牌的对啦吼。咱那像就连军伫咧做这个电台吼，头几笔都是卖这笔产品的了对吼。到这样时吼，将近卖二十年啦吼，阿咧，赶快，嫁过的人吼。拢总要去继续咧做保养了，对。李小姐讲我想清楚了，对。我免阁加税了，对啦吼。咱那是有一挂这个像伊种毛病啦吼。阿姨咧保养个，有人讲啊唔敢食啦，话诶唔敢食，先讲咱有那种无奈吼。咱的产品哦，每一批货来到咱信任公司，拢总有检验的检验证书，好难了，对。
将军每二十人的时候呢，阿星的老爸老母，我包括着阮老母，包括着圣山公司内底所有关的人个对，每一工都拢要食许多山个对。中国每二十人那是有问题，阮食每二十人就已经出问题了，你听好无？所以这个物件实在是无副作用，你甲食了对你的身体真正有帮忙啊！即卖人这种物件，台湾的这种物件，什么物件，食物的物件，食了到底大拢袂安心啊！啊，袂安心的中间就是食许多山这个物件，我靠！中途也袂安心的物件，好好来甲处理好些。许多山本身是这种角色，他说，比如拿邓医生在听咱节目的人就知道，就讲这个物件咧，这过程都是这个角色个对。你看袂到，伊咪将我提拉伞，唔知骗我提拉伞，入去第一巴肚来，我总是后来得我拉伞十几就对，甚至毒素，我来靠这个物件来给倒帮忙个对，会当可以摆牌我处理个对。许多山本身这种角色哦，他说比如。这是唯一许多山的好处的一只，所以红许多爱吃免吃，家己想看嘛嘞吼。阿伟哈，无听着咱这波人当然也惊嘛。电台药品，足侪人拢好有奥妙奥妙化的对了。啊，奥妙化了对了，看听着电台药品讲话，我唔敢吃。实际上，咱信南公司的产品是唯一真正互咱可靠的对吼。为什么不了解？你拍电话给咱做详细询问。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周年庆吼，咱信环公司即马当咧啊举办这个周年庆活动。啊，伫周年庆活动的过程当中，咱一处个别信环公司商品十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吼，咱有提供济济的产品，要来回馈给咱大家。每十罐的朋友，你会当个京东元十万分电子歌一台，你要个京欧姆龙血压计一台，你要个京六七七七江南台湾这一支人工的棉布一领拢会当。京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宁、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骨素咱这回会当京六十粒，互你做精品。六十粒无吼，咱机会真难得。咱伫即个周年庆的活动下有安尼送我吼，咱那个回复以往的情，诶，即个周年庆那过，咱那个回复以往的情商模式个吼。啊，当然咱拄则所讲啊，所念到诶，即个奖品就是经济行为完结啦吼。啊，包括一处各位五关的朋友呢，咱都加上吼一款以外，咱赶快有提供这些奖品，要来情商荷兰每五关的朋友。买五罐的朋友呢，你这回我来当经典原本藏伫十罐做精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宁、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个数三十粒。咱这回买五罐的朋友，你买当经典三十粒做精品哦。你要个金丹锁把汤锅一支，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起锅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要金大香的胖子，其他金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境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啊，真喜喜气洋洋的歌曲。这首歌客家语版的《快乐台湾年》。用连天突然的个心念，拜天公又拜落祖先，拜家庭团圆，锣鼓上真闹热，唱山歌来拜年，大喜把寒又做半年，太烦又太存钱，恭喜呀呀都一呀嘿，祝福你每日笑脸脸，富贵呀乐不变，恭喜呀呀都一呀嘿。
来拜年，大吉大喜又做晚宴，太拜又太传钱，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呀如意呀嘿，祝你每日笑脸脸，富贵呀乐无边。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 AM 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好啦。这个就做西部特罗这种所谓的加加珍贵的三毛钱就对了哈，这个代志就对，你话不要安那木啦哈，过年过听讲啊，要继续木，但是我讲这已经不是食安的问题啊，这不是食安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刑事的问题啊，刑事的问题，因为伊无可能无意中污染到这种物件。检调的概念啦，系啦系啦，检调的概念你查看嘛咧吼。是啊，你台中市政府验的这块肉，你无可以去检别只。嗯。去公布。嗯。你验这块肉，这块肉，用何里验讲0.00贵了掉吼，安尼掉啦，意义了掉。这块肉有问题，你公布出来啊嘛、嗯？应该。除了去地吧以外，你全部拿一个盐库做几摆？对啊，几包诶，唔是啊，是伊地方啊，盐十几届、二十届啊。系啊，你来遐肉遐鱼，唔是啊，遐猪啦吼，猪诶部位，爱个重新个盐一摆，安尼唔敢讲会放心咯，唔是去地吧，你永远伫遐盐，永远都有啊。Yeah. 你听好无？去只猪。干几块肉呢吗？嗯哼，不是啊。所以我来讲，迄、那个猪肉就干几块肉，几多包只啊？对啊，安尼尔。嗯。哦，啊你唔得个盐八种猪肉，猪啊同款的肉，安尼过来盐，啊盐来到底像咱今仔得得，呢度咧那报纸报啦，全台湾盐检验337件啊。全部拢零检出了对啊。这块有，你个盐八只，那块无。个盐八只，迄块无个盐八只，佮特别即块有尔。嗯，对啊。你得爱有即个信号，互咱人民听嘛。嗯、台中市你爱做安尼嘛，对不对？对、嗯。唔是盐即块有，就是永远即块有啊，就所有的地方就是拢有啊，就。因啊腌出来的物件，如果那是咱一般咧讲的三肉正，叫做莱克多巴胺。那准是腌着，迄、那个我佫无甚物感觉就对啦。哦，因为迄个名咱太熟悉了嘛。嗯。啊，那这腌掉是塑化剂，塑化剂我嘛未感觉安怎样啊？吼，因为这有可能随时污染会掉的物件。但是就是后来新闻咧报讲，西部克罗这个物件是珍贵，甲真正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咧。迄另外一位主台拢知影。你搞不好就那个，搞不好是盐室内底有甲买，
那要用师傅课了，再个写申请，再个写啥，再个写什么？时间等太长，太难配掉嘞。你还比我做大。所以我要跟台中市长讲，台中市政府讲了，对啦，你个人认识地，永远都是各各家地都拢有了的，未通啦。你还去验八家地，验看嘛啦？民进党的政府有去验八家地，验八家地拢拢无三百几件拢无，你唔着去验一个几百件，还是几十件，还是几只？有人讲，哎，我无咧，啊，电视啊，即即地下有公开啊，公开严防看啊。无，即即边即个事件该起咧。你无爱做咧，就是拢将即个物件就地就是即地肉了，对啦。来啊来啊！反正台湾民众就听有啦，将着即地肉，佮严一百摆都有啊，是啊对不对？你唔着佮严别行。八只，你拢总有严偌济滴啦。像咱个政府讲严337。七点、嗯、七间，迄唔知几只滴咧啦，拢无。你唔得爱爱讲你东西，即个有诶时阵，娘娘你念偌济只滴，会记吧？这样，老板。你念偌济，念偌济只滴吧？你唔爱当说服人。差不多啊。你唔是用一块、一块八，安尼念来讲有，啊，永远就是拢有啊。差不多咧广告诶时阵哦，阿先阿去放尿，啊，放尿就按冷静落来，啊，听众朋友，放尿就是放下嘛。嗯，哈哈哈哈哈。冷静点，冷静点，冷静落来。啊，他冷静了，我想想，我何必为着这个干嘛大声声生气？家你懂啊？当然，那是这么好个。啊，但是咱小乐等啊，这个物件，一个中央政府啊，面对一个台中政府、台中市政府，竟然安尼官员愈讲愈乱，啊，愈讲愈花。咱的电视就是听到伊咧讲遮个物件，餐饮、水源、出木场，我真正看听。咱就一来问台中市政府，他爱叫你敢知啊？你市政府有欠偌济吧？偌济只低啦。嗯。啊，多讲迄块啦，迄块吧，啊只低，讲只块吧尔嘛。是嘛？只只低嘛。我正想要做个就是安尼，迄块吧哪会去予台中市政府买去？迄块吧哪毋是我买去？对不对？你念到你应该的孙娘，爱自己念，自己念，自己念，把这滴搁取翻啊，取掉去买麻灯啊，搁念看卖嘛。不是念一块有啊，这样头一届念一块有啊，就永远大家滴拢有。比如安尼呢，比如在种区域，你政府抹乌抹甲一款的，你敢知啊？比把这滴拢有，你看咱的政府念337届。三百三十七个，咁七只滴尔。我当然严重济啊，我冇挂花咯。嗰啲市政府钱那个严一块八尔，七只滴嘅八去市场买一块八等啊，严到水乌，水乌嘅中间你冇个继续去严八只滴嘅吧。啊，佮随即要公布咧，佮随人公布。即阮咱存疑啦，咱存疑合理怀疑，讲你市场有心嘛。咱中央是内行嘅嘛。伊就是看到讲你验出来是新木克咯，就随甲台中讲讲这金线咯。哦对啊。哦，咱那在确定用啊。你来台中市府，你应该啊，这个代志暗藏起，人家不公布了，各验八只滴，滴滴验，滴滴验，滴滴验，伊不安尼做，伊验只在八五年又是公布啊。对啊。啊，所以我怎么怀疑？真合理怀疑啊！我咧怀疑台中市政府凡是你参西部客咯，再贵都唔知啊。有可能。凡是你根本都唔知，这个可能贵到这个程度啊，有可能搞不好啦吼。当然是认识的人较专业，人家知影。我讲先吼，这政府做这你做这工作，咱政府好啊，领情大家好啊，大家拢头壳拢做好了，想起来，我这头壳上歹，我就当小弟安尼啊。台中市政府减七百呢，你减偌济届？敢问？伊个你讲了十几届啦，十几届一条。啊，但迄地都蛮严嘛。啊，但迄地刚刚拢永远有，我是讲你严偌济滴啦。有啦，你应该讲你严出几片，啊，去严着一片。对啊。啊，一片严着了，你又搁再严偌济其他片？对对对。啊啦，安那安那，对不对？应该安尼嘛对。啊，行政伊这个发言人哦，迄个朱伦啊，林朱伦啊，讲单一个案，唔是系统性的事件，你爱就是讲我啥物人听的啦。单一个案，系啊，单一个案呐，唔是系统性，我当意思就讲，唔是全面的啦，这是单一个，但是你敢袂当讲，这是一个单一，但是可能牵涉到刑事案件，哎，讲咩啊？啊，就听你讲，因为即卖规个个头头的，
提不到这个名字。可能看到你说，就是讲，你这有可能做假。对啊，对啊，对啊，不要开枪啊！可能，可能加可能。你敢讲安尼？我唔敢讲。啊，就一般人。那是咱的政府爱去讲，可能你严严严是地名，可能有可能开什么刑事案件，伊家己会讲一句。来来来，真讲就真讲，安尼是下阶段开始讲。哦，讲这样哦，两个。来呵，来听。招安小学堂，欢迎收听招安小学堂，我是杨杰。今天单元当中很高兴邀请到高工局交管组蔡明哲科长，跟大家介绍到今年春节假期当中的交通疏导措施。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工局交管组蔡明哲蔡科长。那接下来为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次我们春节七天假期的一些疏导的一个措施。那这次春节七天假期是比较紧重一点哦，但是南向的部分因为有小年夜的一个多一天放假，所以南向的车流会比较分散一点哦，但事实上还是为反向车流为主。不过从初一开始，这个旅游车潮就大幅的增加，一直到初五。那其中在初二就是回娘家的一个车潮。那我们疏导措施的部分，还是会针对比较重点的初一到初五，来采取一些匝道封闭或者是高承载的管制。那匝道封闭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时段性的封闭，我们也不会采全天的封闭的哦。请民众可以上我们高工局的官网来查询我们初一到初五的一些分项的一些匝道封闭的一个地点。那最重要的，其实在假期间事故会非常的多，会多达两倍以上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民众在上路之前，先做好车辆的保养。那行驶的途中哦，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就是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个行为出现。尤其像是用自动驾驶的一个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前车的路况，不是说自动驾驶就完全就不管了。特别手握方向盘，注意前车的动态，来做必要的一些反应。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高工局交管组蔡明哲科长，谢谢科长，谢谢。路口停看停，车辆慢看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老公，春节期间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啦。你都不知道开车的痛苦，春节期间到处都是车车车。别担心，我已经做好功课喽。哇，原来是春节期间观光旅游地区有推出九条接驳专车，搭台湾好行景点接驳公车，以及台湾官巴套装旅游行程，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还有，使用电子票证搭乘台湾好行，还可以享半价优惠哦。那还等什么？说走就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详情请上台湾观光资讯网查询。头家，阮囝是要牵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使，我先讲吼。哈？变形电动二轮车无戴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吼、哦，原来有这么多规定哦，我要先讲给阮囝知。嘿嘿，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局提供。现在时间9点整。你的歌好听又甜蜜，你坚强的一双手，我用情报相拥，你的笑容走中村，我对心里头亲人生坎坷一份情，命到看，咱的命总会天生。你坚强的一双手，我用情报相拥，你的笑容走中村。就花钱一三分情，人生坎坷一份情，命空空，咱的命总会天生。
听众朋友，吹破、洗吹老火、气化不净、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过滤个喙齿花。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现在即马变健康个喙齿花，这毋是我白讲个哦，确确实实。好、哦，阿咱那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电话专线台南康六7945079，台南康六7945079，感谢。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圣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吼。咱一处呢，各位圣山公司产品啊，这个十款的朋友呢，咱独加上三款以外，咱的周年庆吼，咱会当个挑选东元十人份电子歌一台。你要个经欧姆龙血压机一台，这拢会用进。经6772加咱台湾制造诶人工的棉被一领，嘛拢会当。你要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诶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60粒。咱即回会当经60粒，互你做精品。经60粒，无咱周年庆才有哦吼。咱周年庆若过完煞，咱就阁恢复原本的生产方式啦吼。啊，当然咱拄只所念到的，说所有的精品都是经一行为原则吼。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然后提供真侪产品，要来赠送给咱美国馆的朋友。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原本放20罐做赠品的圣山公司，这个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30粒。咱就回美国馆的朋友，你买当经得30粒，互你做赠品咯吼。啊，是你要甲经这个单手把烫锅一支，你要经保温杯一支，你要经白沙湾气锅一条，经冰糖燕窝一打，你要甲经单向的烹制一打，要甲经啊，这个无烦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烦气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然后0800-0500-6668。感谢来接到个咱家有一个活动，来个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这就是咱台南市龙宝宫吼，咱这个点灯服务的活动，即马正在进行当中。咱早这个旧历年，就是吼农历年过了后，这个年就是甲辛年。啊，咱甲辛年的朋友吼，犯太岁、相龙、正冲冲着相狗，啊那偏冲冲着相牛、相羊。咱如果若是讲有要做点灯的朋友呢，咱台南市龙宝宫吼，咱太岁灯点一道是500块，啊那光明灯是300，另外一个有万年灯12000块，这终身的定位哦吼，咱点一回啊过了以后就拢唔免点嘛吼，啊另外一个有开运邮箱300，每一个月15呢，拢会进拜献花啦吼，啊包括开运金。听众朋友，咱如果那是讲有需要做点灯啊，朋友的话就对了，咱啊无买啊，走上风走到别屋，咱直接袂当吼利用龙宝宫吼的电话卡一家做登记，啊，咱就当帮你处理个正事实。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0600-269-5115。另外要来跟咱报告，就是讲吼，咱台南市龙里门天后宫啊。2024年甲新龙年文化季节吼，有真好看的表演，包括有真好的礼品啊，要来赠送给大家，包括吼啊真趣味的嘉年华，一个有吼真好食的物件。这回咱是由着台南市长黄伟天吼啊，市长甲陈定辉的为做伙来担任贺岁大神，来到现场来发送这个通啊，这个通报的税钱，一个有妈祖请咱大家吃吼，甜甜的鱼仔汤哦吼，和你安尼吃甜甜好过年。包括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吼，咱每一天拢有真特殊的乐团来表演啦，包括艺术的表演啦、魔术师的表演作些，包括吼抽四季签拢总有哦吼，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拢总有。如果咱若要来台南啊，龙里门天的宫啊来遮佚佗啊，来遮吼啊拜年拜拜的朋友呢，咱吼如果若对这个罗草较无熟悉的话，咱遮有电话会当来家吼卡来做联络。台南的电话0600-284-1386，另外有一支0300-1387啦吼。
来，再来这个活动，就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吼，佛头港庄福宫，咱这间庙宇起来到即马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然后内面佛寺的主神明就是北极天天上帝，上帝工作，一个有主太夫人嘛。啊，当然咱第四十活动前曾经有征收过一次。经过40多年，本宫管理委员会决定，搁要再来重新修建啦。所以并啊，本宫诚诚心来邀请吼，全国的诸位吼神信大德，咱大家做伙吼啊，来斗三工观神看做善事，和咱的佛头港的庄福宫会当重新吼修建，会当顺序来完成。啊，咱如果吼，那是讲啊，要来观神看做善事的朋友呢，咱就有一支电话直接俾咱家庙务来。联络吼，0928-381-899，0928-381-899，找欧先生吼。啊，另外这个不头港吼，庄福宫啊，只有咧讲啦。如果咱捐出来善款，那是10万块以上吼，咱会将咱的先生大德的姓名，甲刻伫石碑顶面来甲做纪念吼。捐10万块以上的先生大德，咱会将咱的大名啊，甲刻伫石碑顶面吼来做纪念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感谢啊！活动啊，恁做报告吼，哈、啊，听众朋友，咱周年庆奖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计划时阵啊，咱会当详细询问，来甲做一个挑选啦，吼、啊。好来，啊，咱来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连咪再个倒转来。来，有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歌曲《中华》啊，这个叶先生来点播啊，新演唱的歌曲《男性的复仇》。嗯，来，共同欣赏哈，感谢。情多恨，情欲的世界，男性好想怎样，你敢知？做着男性，最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来甲我体谅，伫心所爱的人来放散。消极的人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往往会甲行上绝路。你甲看卖啊，每天拍开新闻，为着爱袂着，凶杀、毒杀、自杀、偷杀、乌白乱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实在是头壳戆车车。这个人到底是咧创啥货？也是讲有影，我今仔日来这个酒店啉烧酒，所当只一直连宵话啊。这位小姐，啊，你都唔通甲我见怪呢？嗯，你这位人客，请你都唔通安尼讲。虽然你安尼一大堆笑话，但是让我听了嘛真趣味个。哟，啊，看起来你都也真性格一个查甫人，敢讲你也去学女性来放生呢？是啊，都伫三年前，我一位女性来放生，受着打击，转来变甲趴呆趴呆。照你讲，我应该是爱起笑才对。但是我来调整了我家己的人生观，即马将失恋当作一种娱乐，我正认真咧拍拼，今仔日唔只有钱来这个酒店做阿伯，唔只会当来看你来食饭。哦，三年前你何人来放杀？后影，都拢阿伯甲你请教咱这位人客，唔知是变哪称呼咧？趴呆蛋就是我就是台湾第一烟斗趴呆蛋啊！什么？趴呆蛋？市面上人咧讲地当的，就是你，啊！你是著名的人咧，今仔日会当坐到你地当的台，为你来啉烧酒，甲你来接待，这是我做出来的光荣啦！家情家爱，只款不应该。三年修恨，铭记在心内。素春，哈哈哈哈哈！那这个艺名在咧酒店叫素春的，有影有够菜市啊！来素春啊，你甲我看卖啊！
我身躯顶拢炸了一张相片，这就是三年前我予人放杀时阵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嘛无挂目镜，逐天是袂食袂困，下当讲是面目消散。加即马你看到的我是完全无共款。来，这张相片你摕去看麦，真足看麦啊！什么？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内底的人，真正是你？你是大头星啊！苏春啊，唔对，无应该叫你苏春啊，应该叫你阿欠啊！啊，你阿兄，你即马是去拿着奖金呢？阿欠啊，你免惊，今仔日我专工来到酒店找你。三年来，我拄着男性的志气，拍拼我的事业，也拍开了我的名声。即马我已经成功了，钱用布袋咧袋，起来又搁多。今仔专工来要你堆心肝就对了，素春啊，啊唔是，阿欠啊阿欠，人生伟大力量，你千万唔通甲我放袂记哩。小大人，小大人，大头先啊！安怎？大头先啊是你咧叫的呢？今仔爱叫我地当的，爱钱呢？来，阿欠啊，那这卡旅行箱啊内底全部拢都是钱啊，你拢客气。大头先，大头先，你小大人，地当的。你等下，啊！你要走，酒钱嘛，咱爸咪拜托的。为着人类，愈想着境界，唔通含。海男性的将来，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面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来。来接下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含这个过年较有关系的应景的新闻啦。咱咱专讲吼啊，那伫这个过年正月的进程吼啊，伫各县市拢会举办一寡所谓的年会大街啦。啊，咱咱台北市就是迪化街嘛，吼，这差不多吼上界出名啦，全国上出名。啊，那台南市台南人知影你上新化。哦，新华老街，新华老街吼。啊，你今仔日要报的这篇呢，这是屏东哦，吼，屏东吼，今嘛原来有哦，屏东内面伫这个潮州啦，伫内埔啦，伫东港，这拢原来有做这个年会的大街吼。啊，这段期间大家当吼去吼啊，包一寡年会吼，啊，当然好过年安尼啦吼。来，你讲正月过年都要到啊，有真济吼计划要当来故乡的民众呢。啊，这为家村的兴平做功课来说吼，正月过年的起集啦，绝对是减啊接不了的这个档头戏哦。屏东除了老白的潮州的起集以外呢，后来阁有内埔吼，内埔啊，的这个年家，包括东港的年家就对啊啦，有七就对啊啦，有了可能吼，将会去引了大批人雕来遮写年家啦。啊，屏东市以往呢，伫这个万年客顶的停车场，拢会有固定吼，会正月过年的市集。不过今年因为民众顶情啦，讲有卫生的困扰啦，包括吼上过头差啦，啊，所以讲吼卖个办啊啦，今年。啊，这个社啊，正月的市集就对啊啦，民众将会转移来到屏东其他的乡镇，潮州、
正月过年的市集已经办理超过吼半世纪啊！这是屏东上届老牌的正月过年，大家吼三节来佚佗的呢，而这个啊年节啦，最主要的范围就是以着民生路、甲清水南路、到吼华兴路，包括吼爱河路吼啊，伫这个所在。总共规划400多个单位，啊，今年对30月开始到吼正月初四来举办啦。规天哦，24点钟拢无歇困，你半暝啊困未起吼，起啊说，我那有咧卖物件哦，有个至少可能会当吸引25万人来遮踅街啦。啊，潮州呢，定公所呢，为着要疏解着停车的问题，伫今年第一道向着国三署来租借着潮州国校对面有一位空地啊，来作为停车场的用场。啊，欢迎啊，大家驶车来使用啦吼。啊嘛，建议吼，你会当吼多多来坐公共运输工具，避免讲安尼大塞车。啊，由内埔啊，向公所所举办的内埔年节啦。因为这个场地是作弄空旷，在2020年啊，第一道来打响了知名度，今年继续要搁办理嘞。同款呢，第30月，今年30啦吼，第30月到正月初四这段期间要来做举办，市级的单位哦，真侪单有800多单哟、哦，而且搁有大咖的艺人会来这表演咯、哦，也搁做出了吼、哦、消费梗的对啦吼。啊，买这个消费券吼，送摸彩券吼，来擦热人气，来陪民众大家安尼欢欢喜喜来过新年。东港电工所家地吼，离开了真侪年，搁再重新来举办着东港的年节。啊，地点呢，刷来对呢，刷来到共和新村呐、啊。共和新村这个所在同款吼，对30月一直到甲初四，这几天拢有举办。电工所所考量的停车，包括开车的动线，将的吼有112个单位来这摆就对了啦吼。伊刷也来到，伊刷来到共和街，啊，再佫有这个啊，囡仔啦、大人拢会当佚佗休啊、休困休息的所在，啊嘛规划停车场的空间，希望会当吸引济济来到吼东龙宫参拜的民众来这踅年街。嗯，这个过年咱大家拢知影，拢差不多吼、哦。你爱伫对呢？伫菜市啊？准备去烧客了，对。哎，你爱来搞菜市啊？即个发现就讲哦，敢那像咧过年啊咧。呀，以前唔是以前，我记做囡仔的时阵就对啊啦。迄、那个只要过年进前吼，差不多几礼拜前，就放炮啊啦、放炮啊啦，啊无就电视咚咚咚咚响，咚咚咚咚响，安尼一直叫咧放一挂吼，含这个过年应景应景的这个音乐。嗯。啊，但是今麦拢无啊，今麦你就是爱等个过年的进前，所谓的小年夜。啊，无就除夕夜这两天你去吼、哦、菜市啊、嗯，去菜市啊，你也感觉讲哇，有人摆哪里啊？卖春联、卖条联啦吼，啊，无就卖一挂糖啊啦，啊，迄、那个尤其迄个啥，迄、那个物件足奇怪，足无，迄、那个今麦敢想啊，无人买吃啊，嘛是伊提出来卖呢，就是当归一条安尼长长，迄无？哦，我有人去吃啊。我嘛无做济，不做济。我无咧食冬瓜，但是冬瓜很好咧食。等等啊，像冬瓜咯，迄唔是。白色的啊，白色的。阿哥迄个土豆吼，温糖温啊，搞个壳，阿熬迄个白色的，阿熬迄个粉红啊，切。等然后过年就有只物件出来，安尼啦。迄个冬瓜糖的我无咧食。冬瓜糖。我无咧食冬瓜哦，但是做成冬瓜。再不是豆啊，迄种啊，外口包包咸糖啦，包咸糖啊，顶面都加一把糖粉啊。两个客气吼，一个请，这种物件拢，这种物件拢过年的时阵，拿咱的客厅有无？就放一个盘嘛，对，随时盘啊，做一个，啊，咱就全部就放放那啦，什么种种饼啦，啥放一堆啊。迄个盘，迄个盘嘛，我唔捌看过啊。迄个盘吼，像盘拢简单啦，拢用塑胶皮啦，你啊。无，迄锅仔拢做啊出水啊。迄种唔系贵价嘅，贵价嘅，都食下佢。迄种，啊，只鸡啊，坑你哋，迄个什么人？迄人嘅三片，对啊，两分类啊。迄种人嘅三片叫咩啊？哦，对啦，啊，是是。啊，普通即卖拢普通用塑胶皮啦。锅仔温刀迄个啊，迄吼，都疼啊，以外就对啦，拢够。两客啊，坑无同款的物件，一客啊，就讲坑荤，一客啊，就讲坑荤两安尼。哦，迄人客啊，来讲，来，我开始吃荤，看咩就大家嚟听啊。先啊，你等起哦，荤啊。唔啦，我厝都一定两项物件，第一就是桌啊顶迄个糖啊盘啦，饼啦，什么种种一定有，啊个来就是饮料啦。
啊，等你问，我无银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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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种花安尼，硬硬硬硬的贵，啊，银柳啊，就是伊的阴多下银柳，银柳，银柳，银柳啊，对啊，对啊，啊，银柳这一点的差呢啦，啊，剩下拢差不多，啊，过年时啊，上恐怖就是安那呢，你若要去。老的所在人一定是贵的差差，这样这样哦，所以过年时啊尽量吼，那以我个人来讲，我拢找迄个较无人的所在，嗯，我拢向较无人的所在，较无人的所在，你即马上高区麻烦就真侪人哦，哦别别别，等于讲你去的迄个是小所在啦。系啊，我系讲，诶，比如讲，我家己一人坐伫海边啊，伫遐食粉红心红心仔上山，对我嚟，我是做咗咁大事，小哥俾阿姨夫家，诶，你现在等即马大南哦，迄个黄金海花有，一直到家庭啊，哦，即马伊报花嘅店面有无？就规个拢总有做即种叫做亮点啊，黄金海花，黄金海花，系啊，咱只车停当，车做好停。啊！你停单报嘛？你说我唔敢买话，只对啊？对，应该伫云溪桥啊。云溪桥啊，迄号，迄都都过迄个八六嘅快速道路入口，过了八六，中国去应该是听得不？啊！你我话你讲，云林溪桥啊，出来诶，边个？因为我做事啊，都过唔去。迄个，哦，桥啊。我叫我睇啦，啊，迄个玉仙宫，哦，你唔知啊，你讲真要知啊，我叫玉仙宫，个鬼是唔是咧？迄个就咪喜喜树啊家庭啊，对对，我知。阿廖遐古边有咧买啉喜气辉哥啦，什么种种种名，啊也对面的百花就对，我即马拢大量。我老母我摸拢喜树啊人，我噶唔知。哎呀，拢做也袂歹。哎，遐唔知我就分伊啊。啊，我这边就谈，我朋友桥都爱对遐过，啊，就想无停来食食分伊食凉，就因为对面就感觉凉嘛。我阿玲安只只，阿老公，你来看卖啊！台南市即马建设家呢，即个报话咱这里只也无大家挂标讲禁止食分啊，看了够爽。咁比如讲阿样啦，讲啦，行啊，只歌样啊。以前我台南呢。喂啦，你坐时代啦嘛，加点过啦，加点过，你个过迄个桥啊，你话你动算了，冇就关关关，关关关，没算动动关关关，诶，佮伊去里啊，所在迄个所在已经起起条鬼，加点啊，这是台南台南关啊，台南市江夏区早甲前方是，关你啊个台南的啦，关你那个台南，加点就，关你以前话别说我咁子，别说论啊，别说论咁子，别说论是算应该是，别说论应该是，别说论也算高阳啊，算高阳。过用啊，家庭啊啦，家庭啊，过用嘛，哎，过了后，伊就过一条桥嘛，对对对对对，过中华西路过桥了，迄条桥盖线就对了，哎，迄条是盖线，啊，迄个盖线讲拄啊好伫咧桥头，啊，有人讲是伫桥中啊，哎呀，啊，无差就是伫咧过桥了，就开始用分割呀，特别拢未动起正面，哎呀，我就讲奇怪，啊，人高雄这拢未大进主持人，啊，台南是啊，唔会贴新的装扮，我拍上个电话个。电话公公赞，我那先咧，我咧讲高雄，现在拢无咧打，无咧打足蛋咧。我带人好，我打足蛋拢进主持人。你点卖个报纸？我下下无打，安尼我随机人可以打。哎呀，哎，我们真正用了老熟悉哦。阿姨咧，因为遐是属于亲子嘛，吼，咱有那个传音啊，等等等等，一个无话，你就做一个坡道诶。哦，啊，有坡道，伊拉楼梯以外无话，你就过一个有坡道诶，啊，无话你就过来一个有坡。啊，坡道，三艺术，可以三艺术。即我来讲，就是讲咱厝内有诶老大人，伊行动无方便坐轮椅。嗯，哦，啊，话落人家塞嘴，我话落唔得，伊讲看路啦，那塞嘴啊，带起手啊，遐就照见，遐塞去店面后，遐老人伫遐看海。哦，尤其是寒流来，差不多。啊，别落来，别落来，啊，别落来，别落来。啊，别落来，赶快要出街，慢慢落来。有危险未？没，这样。那不足惊啦吼。啊，分别伊个顶啊吼，有迄个干滑。嗯。啊，毛遮落去，我用。房遐买一个便当吼，啊凉的，顶啊什么顶啊，凉顶啊，凉顶啊，你买一个便当啊凉的吼，啊坐当遐你甲看下海，嗯，哦，真正袂歹。你讲安尼啊？对，啊，我母啊特别爱看海洋，我较早啊开车了对阿个，拢一定我对伊边啊就停车场嘛，就迄间迄落海有啊，哎，较早我做囡仔吼。我老母也喜笑我人，我母也喜笑我人，你有时也会带我。做囝仔孙啊，过好咧。有阵时等于我外妈遐困吼，我外公遐困咯。嘿，
快讲哦，你不是人咧扛咧高话，是不是？你唔知？阿先阿恁讲，扛高高啊！你唔看哦，唔电视唔看过你啊，唔乜亲。喺扛高话是唔是嘅咧？诶，阿即嘛无啦。阿都有扛五分啦，有几五分啦？哦，喺扛高都是唔是哦？安尼，一刷一刷哦。哦，我算阿啲老，我印象都深。听你讲讲，你老去斗意为人就对啦，你啊。你也钓鱼啊？你往那搬？拢系当搬啦。你真系不少拢扛过。我钓鱼嚟就拢系当搬啦。扛过咧，啊即嘛哦，即嘛海水就是提起啊嘛，提起敢无啊？敢无去扛过啊？扛过即，听你讲讲，伫中国部遐个海区、遐个管区，诶，即个海边个人安尼做。安尼哦。个人咧咧做。以前我较早，我做囡仔时，扛过有够出名啊。伊一扛过就先两只鱼船啊出嚟嘛。先两只鱼船啊出嚟，啊夹网啊围啊夹。以前那个甲网啊游得长啊，叫来方便好难为伊安尼。卡拢伫海底海海底咧，安尼好安尼，一扫一扫还用机会安尼。真趣味啦吼！即过年过节又无了，有啊爱老咧就对人济所在去嘛。啊啦，另外讲，何许人济无啥爱啊？安尼，大南那湾大南来讲就对。足济空旷所在，有啦，真济啦。真正讲济，台南是好所在啦，要海有海啦，要山有山啦，啊，要平原有平原啦，要吼溪流水有溪流水啦，人拢有啦吼，水摆多好在人看安尼尔。好啦，摆一点讲讲讲结婚啦，讲天下间有这个代志安尼啦，吼，就得大人在论坛就讲唔咧结婚咧。你去各个用来讲，各家同安啊，有南部结婚，等下来一张大声讲笑。我哋各样就可能唔好有人啊。我是大南未人啊！我是大南未海员啊！真的啊！我跟你讲过，我跟你讲过，我一边甲表咧开干嘛？这种人气不开用，唔是来滴用。我一边就是坐二 seven 啊，西河路已经啊，什么新社啊，马进啊，西河路已经 seven 咧。啊，两个人坐底下咧吃薰啊，开干就滴啊，讲一罐波兰咖啡啊，啊，一个查囡啊，敲都买来。啊！就偏啊暗嘞，安尼啊下下嘞下嘞，迄阵无啥物，中国白都无人去饮，啊，迄阵无啷无咧搞水饮啦，迄都水当钱啦，啊！就偏啊暗懵嘞安尼，我阿表讲伊在创啥事啊？阿表讲可能咱坐伫遐食薰，搁个人玩，我好，阿面嘞，啊！即马小等嘞，即早咱物件买了行出来啊，嘛是个偏啊暗安尼啦，就无下来啦，就偏啊暗安尼，阿咩看到多歹？我话讲小姐，用眼看，用眼看。我呢度都买烟弹，比我黑多几间仔啊！你敢咩衫上？我前场都买烟，我中意嘅嘢。一齐嚟话沟通嘅，我系动作咳多啦，咁样。咁容易就咱系结婚咯，咱成机买个平价男票咧。哎，你吸紧波住嚟，我咁样贵嘅。我讲你惊平啲嚟昏迷。迄个张大哥讲，你得小夸金子来都，金子来出手的动作。你也不是底下边啊讲艺术，你还是边啊讲讲的，啊你要行过呢？你上底是，我是在反倒较大啦，啊现在我唔是替你讲的啦，我是条纹无啦，啊但是实际上动作较大，蛮无啦。你啊，你条哥，你啊条哥以外面头前，我感觉伊有可能吼偏啊暗的，啊个底下咧夜里算讲，啊要食薰也无请一支啊，你要食薰也无请一支啊。啊啦，安尼啦，就袂讲买一包。啊，家己徛喺度，多摆来污染人，马进阿阮姐伊啊。我你啊讲，迄个我多摆反正。哎呀，我讲你烟弹比我较多，你敢知啊？哎，哎，我点点无意无意，我等可能好噶。跳下引导还没跳到处，无啦，先换掉换电动的啦。电动的就无污染无啊，我做梦的做电池污染无啊，做下车卡出来污染。今麦的欢乐啊，今麦的欢乐啊，今麦的欢乐电池啊，还是你欢乐。我早来讲过，电池袂当袂当处理哦。好，进广告来，来感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
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熬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掉。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敲多摆，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我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能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入去，你就磨着停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一个连德糖小分子加完200，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的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
所以用这大件的台中朋友，有人给人介绍，我非常清楚的，吼，非常详细的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跟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入面的第二代了掉。除了在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等啊，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等啊白听吼？你家想看我这了掉，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大件的台中，希乐通专门第一了等啊白。清理了掉，这个是刚刚新南公司，我就这个系统通，这密码就传染发来了掉。阿和技术，他都有人讲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相信话，可能等下清洁，卡未去记得去等下白听，这非常清楚了掉哈。再来一个人，五宝系统清，这会用哈，未使回楼客，会用了楼客就来像咱这条狗啊，那些感官的掉，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七就对了，有的东西就又开始杂，那条狗就不通，不通就归臭汪汪。所以上去的话，咱会更感官意识了对。人家擦掉就对了，吼、哦，有时咱走不赴了。在脑里看不安那得，在心中看不安那得，后尾就会不通，在脚不通的哦，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上去的话，经过补虚毒清改加吼，补顺根，那么是病了。该喝三冰的店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波顺店、惠阳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的责任呢，米巴接团就关火咱责安尼样样哈。所以除了这三冰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冰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非常感谢，感谢咱这。好嘞，感谢哈，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好嘞，咱们来开放口音之前，要你来游玩同款哈。啊，咱周年庆的活动呢，哎呀，咱来跟做一个报告哈。来，咱信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哈。咱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3款以外，咱有提供这些精品，要来回馈赠送荷兰的朋友。要十款的朋友，你也当个京东元十人分电子歌一台，你要个京这个欧姆龙血压机。一代拢会用起，今日七七七将咱台湾制造人工米皮一领嘛拢会当呢。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60粒。咱这回买10罐的朋友，周年庆你会当捐60粒无吼？咱拄只所念到遐的产品都是经济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5罐的朋友，咱拄加上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回馈予咱买5罐的朋友。买5罐的朋友，咱即回原来当经过原本坑20罐做产品的生产公司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30粒，咱这回我来当经过30粒无？你要个经啊，这个白体阿未新鲜，单做把汤锅一支，你要经白体阿未新鲜的保温杯一支嘛，拢会用起。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冰糖燕窝一打，你要个经吼单香的芳泽一打，经无烦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烦气的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感谢，是好嘞，感谢哈啊！这我刚刚跟做报告，咱即马啊，别时间，咱就来接听口音的电话啦哈。那种没有任何意见，要表达新闻技术要来跟咱做补充的，还是有啥咪苦的、轻松快乐的议题哈？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无头再加一个空六啊哈，来感谢啊，来你好。哎，对，参观参观，台湾南区俱乐部，是的，大好啊，大哥好。哎，啊，我要甲这个咱的部长，这个王德成哦，加些油的啦，是，我加加油。民进党恁唔忙，我这个人就大哦，我跟你讲哦，你闹这个人就大哦，阮台湾南区俱乐部这个听不满意啦，哦，啊，我也希望这个。这个地龙哦，阮台湾人俱乐部
这听友大家都关心恁这地龙啊，恁啊个这袂地吧，打电话去台中哦，甲卢秀燕吵吵叫叫的，上过分啦！你母子出来哦，你当作台湾人拢笑的啦，对哦。啊！你唔能安尼做啦！你安尼害死害死只基隆基隆啊基隆啊！闽东只基隆哦，我跟你讲，你拍电话去甲吵吵咧，咱听不着，因为阮只台湾人可能无听伊哦，足为着恁关心恁呢。嗯。啊，所以阮咧关心恁，拢唔敢出出面，安尼唔对啊。是。哦。好 ，OK。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快乐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平安了，你好，主持人，哎，你好，哦，这回做秀人哦，做了点苦，嗯，安怎讲呢？这是根本就是做秀的嘛，也简单嘛，伊安怎样？基本就是讲国民党哦，啊，民进党啊，乌白布布那，哎，食到煞惯死啊呢，啊，顶下恁白好油啊呢，乌个鸡卵个料吼，乌啊，迄个陈杰仲落台啊，啊，即卖你嘛开始布料，开始要叫向落台，叫向落台，你个看到一模一样，拢同款嘛，所以国民。民众的手段做足粗鲁，嗯，这第一点，嗯，第二点，你讲诶，猪肉呐，确实用迄款物件，诶，唔是干那得得啊尔呢，迄规组规组的煮规，诶，规组的煮规只呢，啊，可怜个一得得啊，我你讲，伊是做手的，伊安怎因为，伊是讲做手的，想诶。你二零二八年嘛，吼、哦，二零二八年明要出来，我咧，诶、欸，大众妈妈咧，哦，我专咧甲全民哦，诶、欸，过食安咧，哦，诶、嗯，过全民食安全咧、嗯，啊，哦，要做一个好妈妈的形象，啊，是不要骗台湾人，啊，你是爱心的母诶，好，中国国民党在恶习个无臭无臭，好，安尼好，是是是，好好，感谢你，大哥，谢谢哦，来你好，诶，三位大，诶，大哥你好，新年快乐哈。这个明仔就除夕啊嘛，嗯，李高梅哦，三十三十梅，啊，大家明仔在拜拜嘛是猪肉照拜嘛是照吃，那足欢喜的。啊，我是感觉吼，那讲这小块代志，就要下架民进党。啊，民进党今麦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嘛，嗯，啊，要下架就规矩中华民国下架啊。啊，咱嘛屈出七十几年啊，哦，啊，明仔载啊，台湾国家升起来，哦，安尼大家唔知会拍手啊，欢喜。嗯嗯，什么时安尼？民进党小客气啊，我感觉。啊，伊嘛希望要下架中华民国，安尼就规矩顺势甲下架，我就上好啊。啊，大家今年的新的口号好，改一个，哦，消灭国民党，消灭民众党，大家加油！好，感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一个不行。哎，你好。啊，得送人不通呢。啊，两个人拍摄啊，拍摄哦。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新姚林在中间。哎，你好，你好，大志你好。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人讲在台中这里哦，下期来那里差不多。嗯。哦，这两个怪叫有够厉害，这。这国民党啊，拢出只妖魔鬼怪。嗯哦，这呢真正有影有够厉害啦。从这个步骤，也要过来，同啊民进党啊，同过来连一个连个要讲这的啦。嗯。哦，啊你足可恶呢，你呢？啊你国民党是啥物话咧好啦？嗯。食钱啊，食钱啊。嗯。哦，啊占地是占地啦，啊你是咧好啥物话啦？嗯。可恶呢，你呢？真正哦，那讲你要出来哦，你同讲唔能，要同出来讲你同在转总统哦。你这个哦，不够格啦！哦，你这个卡脚哦，啊，哥真正才是他们依然的好，真正有影，这两个来比拢差不多。好，真死人，国民党敢能出出只只个人？哎，不错，好 ，OK， 大姐感谢你，好，谢谢，他恭喜啦，哈，恭喜啦，来，你好，你好。喂，啊，你好，哎，恭喜恭喜。跟你讲哈，恁都要有讲那个。过年的请人啊，直接拖到恁外面各个同僚嘛。哎，对对对。哎，今一拜过年啊，全家在请我，我才来让你请啦。哦哦，欢迎欢迎。改你党名啦，还改你党名啦。哦哦，改我党名。哎呀，这或者姓林。哦，姓林哦，阿姓他妈林啊，就对了。姓林啊，哦哦哦。哦哦，再到你请啊。哦哦，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哎，大哥。哎，你好。这里吼，富九人来出钱的吼，伊讲讲同胞啊，啊，其实哦。真吼，甲咱分啊足清楚啦吼、哦！我讲来听，大家拢搞不清楚。伊这个吼、哦，台中市政府这个吼、哦，因为每管区的这个吼、哦，技术人员哦，都、就是一贯的哦，
验这个技术的方面哦，大部分拢是业雇人员，啊，业雇人员一定爱用家己的人，诶，才信任得到。所以现在人咧要变管局长，管局长入去一年得到之前升天，所以拢大部分迄技术人员哦，拢用业雇人员，业雇人员就免经过公务员考试。是，你要你要这个诶吼，大专的程度吼，还是这个诶下个程度吼，就这技术叫做技术业雇人员，那免考试啊。你对这个吼。主管讲话，关于你啦，当算是恁家里的人哦，是，都有一定的咯，都用因因因的亲信较济啦，所以讲在配合什么行规都真好做啦。好，所以我讲台湾人啊，唔通讲国民党桥啊，我就是像那富贵那条，啊，如果男票冲我就那条，连小面都轮完两半小时算。嗯，是。所以讲台湾人啊，因人敢吞下多少六票，咱来加油，咱来团结，加油，谢谢。好，大家。那是，那给你算过哦，加油加油！来，咱就算电话吼，26995655，26995655，我再来买电话，咱我关系要卡吼，麻烦加一个空六吼。来，咱今麦等电话，我给你接来。非常多，嗯，我大家咧看新闻，迄个都应该是做的，应该是从迄做，像迄恁白校友迄个啦，有哦，你我来很难，就是要休啊，要退休选总统，唔知用安尼，你准备啊，你准备啊，准备啊，有啊，好，安尼好，无影无食，迄个加食一罐啊，好，想好，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好，你好，喂，对，这个路。我就会了，但伊咧讲讲过，迄个过程无重啦，看结果。啊，就是因过程做酒，啊，那个哥哥我都无，都无力。你讲这句话对了，对啦，对啦，对啦。哦，上好是这罗生门要检调去检查啦，嗯，会当他调，会当他问，对啦，安个调啦，对啦，安个调。二恭喜，二恭喜，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哎，是是。你看我要过来做个灯光。啊，我灯光，你问看你哥做我灯光无？有哦。我透早拢有去，透早五点我还没六点就去啊。没有。嘿。我无到，我今麦九十岁啊。安尼哦，九十岁唔通啊啦。你讲你倒叫树根，揢一个拔刀迄个唔？一天吼。哎。一天无做你几多？系啦。啊，好，伊无伊即回无说，你有可能党诶另外个安排啦。是安怎？以前是安怎？无啦，阿黑不是是无想要选啦，系啦，系系。啊，即党诶个安排啦，即都有，咱都有选着总统啊，唔好。有啦，阿三，你个十几岁啊？身体够好咧，哦，好，好，好，阿恭喜哦，好，恭喜，好，系先，我当先电话知咧。时间嘅关系，哈，来，咱们来进广告，谢谢，感谢。啊，注意吼、哦，这波冷气团呢已经到这个强烈的冷气团的程度啦吼、哦，啊，渐渐一点影响咱台湾吼、哦，到 AM 开始呢，应该拢感受真清洁，尤其是北部咁的落雨，嗯，啊，台南因会再落热，会再落热一下呢，啊，即个无就无大了，对但是会再我处理顺利，错过少啊，感谢感谢，对，但是我根本无热，有啊，到车里变大蛇啊，变大蛇的空气，吼、嗯嗯、啊，这个温度温啊。啊，未讲未真低啦，但是也未真悬，但是车里过就开始温度要回升了，好、哦哦，要回升了。不、哦，啊，这个天微落啊啊，温度啊过好了，对啊，微落的距离一点，天微落，它不是太寒，天微落你那上落啊，吼，吃了嘛会升温，对啊，本来就是安样吼，啊，这微落啊，其实窗啊拢爱拍开啊。咱这波是继续的进行的，就讲明仔再去屋里，明仔再去现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对啦。